안녕하세요. 唔知大家会唔会好好奇，点解呢度有咁多款唔同嘅人参？究竟有啲乜嘢分别呢？我哋都系喺韩国出生同成长，所以都会叫做高丽参。而喺最佳时期收获嘅韩国锦山人参，当喺够六岁嘅时候，最优秀嘅人参就会被选上进行精制。按照不同嘅加工工艺，六年根人参可以被制作成太极参同埋红参。太极参是将水参连皮放入在80-90度的水入面，浸煮10-20分钟之后控干而成，表面变为浅黄色，内部就变成为褐色。太极参的特点是饱而不燥，令人参的人参皂苷成分更容易为人体吸收，适合各种年龄体质人士进补。至于被精选使用红参制作工艺的水参，会先用蒸汽蒸2小时，再控干制作表面浅啡色，内部呈现红棕色。红参含有多达34种优质人参皂苷，是补气补血调理亚健康的佳品，被朕称为韩印红高丽参。在按品上分天、地、梁、切、尾5个等级，这里显示了每盒的人参支数价。高丽参具大补气血的功效，最适合月事量大的女性和经常挨更抵夜的人士。在韩印红购买到的高丽参和太极参都可以享有店员专业的切片服务，切片可以直接着食、冲茶饮、磨粉服用，又或者炖煮不同汤品、食品都好好。如果想了解哪款最适合自己的需要，欢迎来到韩印红门市找我们的人参专员查询。